谢谢大家的大来访，也就是也很多很多时间他没有办法过来长沙，然后就还有下一步就是这个 Mary， 这是真的感觉我们俩真的就是有一套房子了，就想着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了。真的好开心，老铁！以后哥俩就是这有房之人。对。以后哥俩执先老执手，与子偕老的老铁。可以。是我们什么时候太幸福了，2021年是这样吗？这样老铁是不是这样啊？这是什么样？我去，一周年快乐，一种养成的感觉，是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祝我们也祝大家，可以。要讲什么了？我无所畏惧。忘了算了，讲。我无所畏惧，我无所畏惧。哎呀，早就说过了。到时候再说，我们常联系，好吧？常联系，行，常联系啊。哎，你是王八，王八。现在我和我的老公一起入住梦中情房，确实，幸福。接下来，炙热的爱怎么会烫呢？你割完快点回家，百倍减四鱼露。
异地的时候管老严了，谁愿意跟他异地呀、啊？是不是？是这样的。我们不想别。对呀、啊。是不是？你说异地，我看他难受，我也难受，是不是？你喜欢他，你就会一起难受。是的呗。是不是？别拿我们那个。老铁，我当时我那段我听见语音，我真是难受死了，是吧？我第二天。当然，我的宝贝也是。我第二天起来，我自己伤了。哎，蛮好的，蛮好的。啊，小帅哥，老喜欢你，谁不心疼啊？彼此切了，经营住了老铁。下面有请杰林星球，2022最佳单曲获得者杰林。而且一种新奇的出场方式。回家给大家准时的。晚安，老铁们。走了，走了。